490的挡泥板该怎么装？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视频来看一下，如何把这一款宽板挡泥板装在路虎卫士90的车身上。是按照原厂原装为一比一开模定制的，所以说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必须要进行一个打孔。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的弧度是非常贴合这个后包角的。如果说你心疼你后包角的打孔，你可以购买副厂件来进行一个打孔安装。那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装挡泥板之前，这个后杠的包角在柏油马路上行驶以及高速上飞驰的时候是很容易溅上一些不易清洗的污渍，所以在安装了挡泥板之后可以避免这一部分的问题。